租的那一个，一个月内都不能退的那一个，租的是小狗，你准备当狗吧。不公平，他耍诈。嗨，不要。你想干嘛？还没事就是。哎，顾同学，你怎么还敢睡啊？我去厕所。那你交报告现在不到十五小时。走开！你走开！起来！我心里看得见，今早就快疯了，千万别让我看到。我那些声音，碰到他，那些声音就不见了。怎么偏偏是他？只有靠近他就会这样。干嘛？你对我来说，真的很特别。干嘛？你说我对你很特别，有多特别？为什么特别？台上的问题，免得回答我。你对我有什么意思？你看我那么近都不会不好意思，怎么现在我一靠近你就马上躲开？你可以不要这样一直看着我们。如果不是你一直看着我，你就不会发现我。主动靠过来的是你，躲开来也是你，不打算小心你。你不把他拉进来的话，下场比赛你不用上场。我总不好说拿他当听不见鬼的工具吧。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是因为你想我。其实我是真的挺喜欢你的，你跟他关系真的很好，虽然一开始很讨厌。你喜欢我？没错。你不要误会哦，就是很喜欢跟你接触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说我干什么？我哪有？你没有？有吗？哎，你大方啊！去厕所了。谢谢同学，不能离开他。那你们是在教我吗？从国中认识你到现在，就没看过你那么严。还不是你们逼我让他进球队。所以你对他好是为了骗他进球队？你不要生气嘛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！你对我好只是为了骗我进篮球队，一切都不是你。那我亲你，你也不躲开，真的很抱歉，让你为篮球队牺牲那么多。我喜欢你，因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。你可不可以说清楚啊？我喜欢你，告诉你的感觉。到底是哪根筋伤坏了？我为什么不躲开啊？对不起，做表错情会错意。这个哇，不要看他一脸冰块脸，其实人真的蛮好的。你都说对了，你
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是真的喜欢我吧？我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我说我喜欢你，喜欢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人。说，很多事情不用说，用做的，用你的脑袋想一想。都不知道跟你怎么会玩，我也不知道跟你怎么会玩。我这个人有点无趣，脑袋硬，但我对一个人好，我就会全心全意。我有说需要你每天陪着我吗？我不在，你会听见那些声音。晚安。我发现只要遇到你，这些声音就会瞬间消失。我要跟他破心破肺，告诉他我顾不上，不能没有他。两个僵持哎。别动，别动。不要来就行，我不喜欢你用屏蔽声音的，后来习惯有你在我身旁，对你唠叨是幸福，看到床上有你会很安心，但我又怕。我让你不要欺负人家，没有叫你看上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不走，都不会离开。足够的、哦。你是我的，烙印了，就不能被抢走哦。是我的，就应该好好待着我。